Hello，大家好。啊，我在家里面睡了一天了。重庆疫情又爆发了。早上的时候，我收到他们老师的通知，要去做核酸。但是外面40度，我们没敢出去。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，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，快3点了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人排队。去看一下我儿子在干嘛。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做核酸。每天在家里面葛优躺，看电视。你去那广场看一下，有人在做没得哦？啥子广场？都是那个清华的那个广场啊，条码对面那里啊。我不晓得，找不到。条码那对面那个广场，还那个金鱼那里。现在我去看一下，下午到底有没有人做？没做的话，要明天早上了。太阳好大哦。好热呀，天哪，还好我打了一把伞，真的太热了。就在前面，早上的时候这里排很长的队。你看你前面那儿都是个金鱼，那都是广场，晓不晓得了嘛？很遗憾的是，可能是高温吧，40几度，然后只做早上，下午不做。明天早上早一点来排队吧。好热好热，太热了，这里太阳在头上一直晒。下午5点。哪里？哦，那里写的下午5点开始做。现在呢，我要去店里面。下午五点又没有时间，只有明天早上早一点来。一出来都要喝水，来这个店里面接一杯水喝。我吐出来的气都是热的。你想哈，40几度哎，不热才怪。